校友团基本上是不排练的，就是我们就是一贯都是礼拜五的晚上来，啊，礼拜六练一天，礼拜天上午大概走个台，下午就演出了，所以基本上没有怎么练，没有练很多的音乐，尤其这一次我们有那个比较大的作品，所以没有什么准备 encore。不过呢，就是大家听得蛮爽的，我们这个继续再一次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最后是 Slovenia。